美国政治新闻网站 Politico 周末向英国王室和政府抛出了震撼弹，公开了一份据说是供未来应对英女王驾崩、王室办理国丧细节的修订文件。消息传开之后，王室和内阁高层既震惊又愤怒，官方随即针对文件如何外泄以及内容的敏感程度展开调查。Politico 新闻网不止大喇喇地公开已届95岁的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一旦驾崩，官方治丧的对策和步骤，还巨细靡遗地叙述皇储查尔斯王子继位登基的准备工作，令人质疑官方内部敏感文件是否出现保安漏洞。王室和内阁对这份名为《伦敦桥行动》的文件外泄十分懊恼。英国《每日电讯报》引述内阁办公室消息指出，如果广传的资讯是不具敏感意味的旧版本，调查可能到此为止，但如果是内容完整而且只有10个人知道的版本，当局将会彻底调查和追究。因为国丧安排资讯外泄将牵涉到安全问题，白金汉宫拒绝对消息置评，而目前也没有迹象显示女王陛下健康状况欠佳。根据曝光的内容，女王一旦驾崩，王室通报内阁的代号是伦敦桥倒了。计划也详细列出了治丧的安排，包括发布快报，官家机构必须在10分钟内降半旗致哀，追悼会在伦敦圣保罗大教堂举行，公众吊唁步骤，遗体在女王薨逝后第11天下葬各种细节，还有如何执行各项大规模的安全行动，包括事后继位的查尔斯王子在全国巡回演讲的行程、正式登基和举行加冕仪式的期限安排。这整份文件细节彻底曝光，令英国王室和政府十分尴尬，但也惹怒了一些英国人，抨击网络媒体泄露的行径很不道德，令人恶心。马新社电视综合报道。